C200 有没有多少钱？青岛店暂时没有，其他店有、啊。我们家是这个样子的，我们青岛店没有的话没有问题，直接私聊我们的后台客服啊，我们的后台客服帮您对接一下销售，帮您从其他的店内找车啊，因为我们全国是有4家连锁品牌店啊，我们家是全国连锁的，卡乃驰是全国连锁的一个品牌店，所以呢，如果您想找车的话，1000多台车够您选择，好不好？够您选择。E300也是有的啊，大标、立标都是有的，但是那边有点卡，直接私信客服，好不好？来来来来来，我们继续看车，继续看车，大家想看什么车？标轴的还看吗？标轴的看一下吧，标轴的有没有想看的？其实我觉得吧，怎么说呢？揽运，我之前一直说过，揽运我觉得就够用啊。怎么了？没事。揽运就够用啊，但是就是传世加长的话，真的是非常的好看。非常非常之好看啊！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这款路虎啊，这款路虎标轴版本的，传世标轴版本的啊，2020年的7月份上牌的一个车型，行驶了20000公里，3.0的一个排量，目前的一口价119.8的一个价格啊，119.8的一个价格，喜欢的话直接私聊我们的后台客服啊。